昨天杰瑞问我怎么白漂皮肤，我笑了笑丢给他这个视频。我就是先买了这个春丽的皮肤，花了1600，看见了吧？春丽的皮肤我已经买了，就等于说我现在是有2050，就是我如果再买这个皮肤的话，就是他会返我1600加600，1600加600就是2200，就是我会瞬间有4200，对吧？我会瞬间有4200。Let's go， 购买套组。然后下一个，然后你点领取，然后领完之后这儿有一个撤销购买，直接撤销，看全部撤了，顺利也撤了，这个也撤了，然后我现在有3600，是不是对的呀？哦对，3600是对的，兄弟，这么算也对的。其实你看我买完春丽，我刚才是2050吗？他等于说把春丽这个给我返了，然后这个套装我已经没了。你直接买套装是吧？直接买套装是那个啥，是退不了的。买套装是退不了的，兄弟。买单个是可以退的，比如说你买了个龙或者买了这个春丽是可以退的，套装是直接退不了的，你只能用那个返还次数了。租皮肤玩是吧？是。这租皮肤是不是只有一天？对，只有一天。不是，你也可以一直租着，等他之后返场就行。啊，就只要有那个套组退就行。对。哦，高哎！先退了，我操，没有那个选项，没有那个选项，我操，没有那选项，我他妈人傻了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，我他妈气死了呀！